各位持有，这堂是0243初阶讲堂的第二课，会介绍有关音上升带来的问题，以及两个关于0243的基本练习。对初学者来讲，可能已经很不容易，大家要加油啊！当然，现在是网络时代，已经有有心人编写了个有关的 App，本课都会介绍下，等大家可以将练习做得多而好。好啦，大家睇下幅图嗰八个字，益上一生披荆斩棘。相信好记性的网友已经记起在上一课介绍粤语字音之中的最高音字时是作为字例这样出现过的。不过现在想和斩这两个字是由了红色，那即是是啦，即是想特别讨论下这两个字所属的声调，即是音上升。由于在字典这类书籍之中，音上升是排在第二位置，所以亦有人叫做第二声。是啦，就是现在这幅图所显示的叫法啦。那图中其他六个字本身又是什么声和第几声呢？现在益一激三个字都有所标示了，这三个字都是音入声，亦称作第七声。剩下那三个字生、披、荆都有所标示了，这三个字都是音平声，亦称作第一声。那即是说粤语字音的最高音字，或者叫做三音高字，是包含三种粤语声调，音平、音上和音入声。不过对字音音高特别敏感的朋友，会觉得音上声在音高上和音平声、音入声是有分别的，说他们音高相同好像比较勉强那样。这个的确是个基本而重要的问题，我们试下一起来探讨一下。虽然很多网友可能还未识怎样去分九声，但是不要紧，接着的讨论已经预了这些情况，估计未识分九声的都会看得明。现在看幅图，大家首先听我读一读，左上方是上，是音平声，右上方是上，是音上声，左下方是针，是音平声，右下方是针，是音上升。大家会注意得到音平声的字音由头到尾都维持同一个音高水平，而音上升的字音是先从较低音的地方向上滑，然后很迅速地滑到同音平声同一水平的音高上再延伸。为了让大家感受深一点，我再读一次这四个字，上上针针。因此当下我们需接受的结论是，理论上音上升和音平升算是处于同一音高水平，所以填粤语歌的时候，可以使用音平声的地方，一般都可以考虑用音上声来替换。更一般地讲，音平声、音入声
和音上升是可以互相交换使用的。事实上，有无穷无尽的现成作品都可以印证这一项规律。对于初学者来说，暂时何妨先在实践时记住这个规律，然后再找机会去尝试寻找深层的原因。这里举一句歌词做实例，是来自《几许风雨》这首歌的。旋律音是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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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 歌词就是这样唱的。披荆斩棘的挑战，开头那四个 T 音填入的字词，既有音平声的披荆，亦都有音上升的斩，正正是印证了音平声和音上升可以视为同音高。刚刚识了0243的朋友，肯定对他都还好生疏，所以要做多些练习，即是要借些耳多些亲近下他，他才会肯随时随地去帮你。有关0243的第一个基本练习是标示0243，譬如现在见到的图，由着红字的一马当先的0243是什么呢？图中已经给了答案了，是3433。跟着那几行的词语，步步为营，触景生情，双飞蝴蝶，为艺救照，举杯邀明月，顾左右而言他，他们的0243又是什么呢？大家想想。嗱，答案出现了，步步为营是2200，触景生情是3330，双飞蝴蝶是3302，又或者可以变调读成双飞蝴蝶，那就会变成3303。为艺救照是0242，举杯邀明月是3332，顾左右而言他是432003。第二个基本练习可以说是和第一个刚刚调转，今次是根据0243的音高谱去填上具体的字词，譬如红色那行的例子，给出来的0243是3433，那一马当先肯定是完全符合条件的答案，但是可以人人不同的。譬如路人甲可能答倾吐心声，路人乙可以答心有所想，诸如此类诸如此类都是啱的。咁大家试下填下呢本之中所俾出嘅其他0243音高谱。第二行嘅2304，你諗到咩嘢字词呢？第三行嘅3442，你又想到什么字词呢？不过烦恼的是，你未必知道自己做这个练习做得对不对。好在现在是可以有个0243的 App 帮到你，这个 App 有很多功能，其中当然是有些功能可以帮到你核对之前那两种练习的答案。这个 App 只要你在网上打出 0243.hk 就已经可以找到了。如果你自觉使用以及分辨0243的能力比较弱，建议自行做多些本课所刚刚展示过的那两种基本练习。
对于标示0243的练习，可以讲是到处都有题目，譬如报纸杂志上的标题、内文、街上的商号名字、广告语句等等等等，真是苦十皆是。对于第二种练习，即是根据0243音高谱填上具体的字词，其实是可以变化一下它的形式。譬如你刚刚成功标示出李小龙主演的电影的名字《猛龙过江》是4043，跟住就何妨用4043作为音高谱，想下有什么字词是跟这个音高谱吻合的。途中已经给了五个例子，哪能满足，少林武当，也曾记得，战魂再起，以无挂牵，你有没有补充呢？好了，讲到这里今堂要结束了，大家记得多些做以上讲过的练习，更加熟悉0243这位新朋友，他对你以后分填词啱唔啱音好有帮助的。好了，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课堂，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